三位少侠大驾光临，真是令寒舍蓬荜生辉啊！想不到几位看着年轻，竟能除掉这般棘手的凶兽，白某佩服。可真会打官腔。都督过誉了。不知几位师承何处？如此修为，实在不俗啊。只是个无名无姓的小门派，不足挂齿。 禀都督，二爷和小姐的船已经在码头靠岸。哎呦，太好了，今天可谓是双喜临门呐！先有三位少侠除去凶兽之功，又有吴家兄妹团聚之喜，请稍坐。白某这就着人备下宴席款待诸位，一来是为庆功，二来也是给舍妹洗尘。 多谢都督美意，禀报将军，都督有要事与你。小妹，昨夜城中有偷马贼出没，军马被窃，我要即刻过去处理一下。 你先回船舱休息，待二哥处理完后一同回府。可是，好，只是丢马这种小事，二哥都要亲自处理。这么多年，他一直都没变啊。不过，正好趁着二哥不在，或许可以去营地那里探查一番。这个时候。 要是月姐姐和阿尤在就好了。大小姐，将军他希望您在船舱内等候，您还是……这一路太闷了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那我们护送您。我不喜欢被人跟着，你们放心，我只是随便走走，不会出城的。这……我说了不许跟就不许跟。是。 客官，要不要带两条鱼回家？一条炖着。还请留步。英雄有状，哎，还是当年没习武吧。 卢龙符，学会御剑之后偷偷回来过几次，但每次只敢远远的看一眼家，也不知道月姐姐他们现在在哪里。让一下，看一看啦！新鲜的河鱼，凶手就来得及。这里多了一个粥棚。 记得以前没有呢。哎，那个大姐好像需要帮助。这位大姐可是遇上了什么难处？帮帮我，帮帮我呀！我的相公不见了，你能帮我找到他吗？大姐你……我和我相公范诗雨都是……那他们……啊，对对。 我们是从不同的地方来的，都是听说卢龙府生活安定富足，才到了这里。卢龙府都督人很好，不仅给我们施粥，还允许我们做些杂活，挣点口粮。哎，我相公不愿意总是靠救济度日，所以昨天便出去打听。可他，阿雨，阿雨。 都怪你当年犯错，被开除军籍。我，大姐，你别担心，卢龙府我。来了，咱先坐会儿，娘走不动了。哎，好，您歇够了，咱再走。
楼栈道下面应该是货仓，经常有孩子钻进去玩捉迷藏。那位夫人的相公会在里面吗？明显有头撞，哎，还是当面没戏。不过得好好看看。第一次看见凶手被除掉，太好了！客官，要不要？哎，这门怎么开着？平时应该是关着的吧？有人进去过吗？等等，你是？是你妻子让我来寻你的，先让我问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这瓶药粉是我一个精于医术的朋友研制的。多谢姑娘。你怎么会藏在这里？说来我自己都觉得，像我原是一普通士卒，犯了错被赶出军营，家乡被毁后。和娘子一路流浪到了卢龙府。昨天路过白府马厩，无意间发现一匹我养大的战马。本来只是想着晚上偷偷溜进去，摸一摸就好。没想到在马鞍袋里，发现了那封军报。只怪我太好奇，拆开来看了一眼，因为内容与流民相关，又实在……我太慌张了，惊扰了士兵。里面说了些什么？这，我是仙侠派弟子，仗义助人是分内之事，范大哥有难处，尽管开口。看姑娘是很有本事的人，或许真的能替流民做主。不过我本来是想毁了这封军报的，所以即使姑娘什么都不做，毁了。我趁夜色骑着马跑出来，本想逃出城的，但城门紧闭，我只能逃往码头。后面的卢龙军紧追不舍，我又中了箭。索性在这里弃马逃生，让马往北边跑，我自己往南躲在货栈里。他们搜索过码头，还好我脚。我那时心中激愤，想着一定要让大伙都知道这封信的内容。可我在码头下躲了这一晚上，又冷又怕。想到我舍身成大英雄，又有谁会照顾我的娘子？我为别人牺牲，却什么都得不到。那我何必要逞这个能？我和我娘子都只是普通人罢了。在这个世道，能活命就不错了，哪儿还管得了那么多呢？哎，我伤口已经不疼了，都好了。昨夜那些士兵并不知道你的样貌，眼下你又行动如常，现在出去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的。你的娘子就在周旁等你，会合之后就立刻出城吧。姑娘，你也一切小心啊。长白山和军营中做矿业，他们竟……我一定要去找二哥问个清楚。除掉，太好了。
小妹，你跑哪里去了？我正要派人去寻你。二哥，我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了什么？你们骗城中流民去做矿业的事。胡说什么？我手上有一封大哥的密信，里面写的清清楚楚。你哪儿得来的？是不是和那个偷马贼有关系？我不知道什么偷马贼，我只知道你们一直在草菅人命。这就是你对兄长的态度。那日你忽然失踪，我和大哥都快急疯了，寻了近乎一个月，始终没有半点消息。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大哥都开始大发雷霆，怒斥那群下人没用。可你呢？一回来就对着我们指手画脚，丝毫不顾念兄妹之情。这根本是两码事。我不在此处与你吵，先回家吧。有什么事儿，见了大哥再说。二哥，你们到底为什么？大哥，我带小妹回来了。小晴啊，阿尤，还有月姐姐和修大哥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又是你们，快滚出去！怎么，莫晴和这几位英雄认识？莫晴，他们是你的朋友吗？什么英雄？大哥，这几人在仙侠派之时就一直想阻挠我带小妹回来，还有他们是扰乱军营的犯人。他们不是。莫晴，有客在此，不得失礼。既然是莫晴的朋友，又是除了凶兽的英雄，那其中必然有误会。莫晴离家多年，我们兄妹有很多话要说，请几位先在客房休息。我没事。回来就好。你失踪这些年，我们一直很担心。大哥，我当年不是走失的。小妹，那天你们出征，我按不住好奇偷偷跟去看，不慎被自家士兵的流矢误伤，是对方救了我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大哥仅仅是为了获得他们领地的冰晶矿，也为了能有大量的奴隶去造塔，就诬陷他们造反，借此讨伐他们。你是因为这个就离家出走？二哥，难道你认为这只是一件小事吗？他们是意图作乱的暴民，为了保护卢龙府，我跟大哥必须这么做。可是他们都只是安分守己、开荒种地的贫苦老百姓，哪里像是作乱的暴民？他们因何获罪？恐怕是怀璧之罪吧。小妹，你在指责大哥和二哥吗？继续说。从小，我以身为白家子女自豪。白家领导卢龙军，从祖父辈就镇守边疆，保境安民。我不敢相信我们白家会做出这种事。那害人不浅的冰晶矿还是我发现的，所以我即便伤好了，也不敢回来，不敢见对百姓如此不仁不义的白家。行了，小妹，别说了。大哥，
不要再这么做了，好不好？我再次见到了他们，他们每天备受折磨，这都是我们白家造的孽呀。我不清楚你从仙侠学了什么，总归是些妇人之仁，但小妹，你要知道，这世间永恒真理，不过就是弱肉强食，成王败寇。这个世道，若白家不够强大，明天沦为奴隶的，便是你我。你扰乱军营，损毁兵精矿，私放矿役，这些我都可以不追究，但白家多年谋划的大业，绝无可能就此停下。大哥，什么大业？一路奔波你也累了，先回房休息吧。你的房间，大哥一直叫人打扫维护着，就是盼着你终有一日回来。不了，这么多年没回来，我去祠堂祭拜爹娘。大哥，城中留名的事已经被小妹撞破，我们不必在意。他年少不懂事，父亲一生基业，怎能因他几句话就动摇？一切按计划进行。阿尤，你冷静点，别转了，头晕。冷静不了，刚刚侍女说大小姐还在祠堂，这都快半夜了，怎么小琴还在那儿啊？你若是放心不下，去找她便是。说得对，月姑娘，我会用银鼓避开巡逻的人，神不知鬼不觉，这样行不行？嗯，好吧，我也担心晴妹，你去吧。若是有人来，我们帮你遮掩一二。但记得，不可与白府巡夜士兵起冲突。多谢。月姑娘说别跟那些士兵起冲突。有了，正好带了银鼓，可以引走那些士兵。银鼓我带的不多，得省着点用。
这就走。Thank you.
地方。好，我这就走。士兵都引开了，看来以后身上多带些衣服，这样下次再来就……呸！还是别有下次。小晴，小晴，啊，阿友，你怎么会？小晴，怎么这么晚你还在祠堂？你哥罚你了？没有，是我自己要留在这儿的。我很久没有跟爹娘聊了，说了很多，不自觉就这么晚了。如果心里还是难受，也可以跟我说说。我娘去得早，我爹又每天军务繁忙，都是哥哥们陪我。我很小的时候喜欢吃饴糖，可大哥管得严，总不让我多吃，二哥就偷偷的藏着给我。后来我牙被粘掉了，一直在哭，二哥就在旁边大声笑，大哥气得不行，又舍不得凶我，就把二哥给打了一顿，还罚他抄了50遍家规。二哥说这可比练武累多了。我10岁那年爹去世了，大哥接过都督的职位，二哥也开始领兵打仗，他们就没时间陪我了。但是兄长们是为了守护卢龙府的百姓，我真的觉得很骄傲。那次他们征讨叛逆，我实在是忍不住跟着上了战场，然后我知道了那根本不是什么敌军。我大哥为了强占领地，开采冰晶矿，迫使当地的百姓做苦工，就以平定叛乱为名出兵讨伐。当地百姓自组民兵奋起反抗，那场混战中我不慎被流矢所伤。你还受伤了？严重吗？哎呦，我的伤并不严重，因为我被好心的民兵给救了，捡回一条命。可后来卢龙军攻了进来，局面更加不可收拾，我跌落山谷中，被来查探战事的师父所救。但那时的我一闭眼，便是兄长们疯狂的眼神。于是惊恐之下，我说自己的村子遭遇战乱，已无亲人，师父就将我带回了仙侠派。莫不是？就是我们在客栈看到的那些矿医，我甚至第一眼都没有认出他们。我大哥他真的是很好的人，卢龙府的百姓过得很好，很爱戴他，士兵们也非常尊敬他。可为什么
为什么呀？我想不明白，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想不明白。我们离开这里，我带你回仙霞派。但是不会离开，小晴。我想试试，能不能说服哥哥们，好吗？好。那你记得，不管你是走是留，我都会陪着你。都督已在前厅等候各位。